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呢、啊、那个年代里面就是一个贫穷年代，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就是资源匮乏的时候啊。我父亲受日本教育，因为国民党政府来的时候，对不对？他的日文是没有用途的，这是一个很可他的身份证以前是日本人，国民党的时候他变成台湾人，对不对？变成中华民国人这样。就是用神话叛逆的英雄来变成我的英雄，这样。我不喜欢正派的东西，我觉得正派的东西都是很老梗这样。好，我喜欢那种就是邪派的哦，坏人的角色这样的。但是呢，我认为他会称为坏跟邪派，他一定有他的时空背景的。他说不定，因为所以我常常对历史是不相信的。我认为历史常常是圣的人在写的嘛。好，所以我就觉得把一些政治历史的人物，对不对？重新，尤其是古代的那些就是神话英雄，重新再诠释一次，是一种对那时候的政治的一种背叛吧，好，叛逆这样，郁闷吧，好，不得志吧，然后为了谋生，要必须要做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像这种事情、哦、都是到现在都一直、哦、在刻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做的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从小看我爸爸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喜欢写文章，哦、他喜欢写诗，可是国民党政府一来之后，他的日文完全没有用啊，对不对？啊、没有用的话，他只能做什么呢？做劳力动作。其实我到现在常常都会想到我父亲，那想到的时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怎么想说我很想再跟我父亲讲几句话。如果谈他，我在里面跟他讲什么？随便的话都可以，就是一般的家常话就可以了，跟我父亲讲几句话这样。因为我觉得他走得太快太突然了这样、就是19岁嘛，晚上我去约会啊，那到门口就被我姑姑大骂，跪下来，跪下来，跪下来，干嘛、啊、父亲过世了，就是父亲过世没有在旁边的话，就要跪着这样爬进去这样、啊，就很突然，就来不及跟我父亲讲话这样。海就是在那边远远的，那就是海了、uh-huh.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现在有雾啊、uh-huh. 啊，不然海就是那里就是海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用神话来影射，对不对？第一个神话的来源、哦、是中国的，对，而且你是看书来的，不是你真的生活，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去投注在那里面的。可是这个不是我的母体，因为这个语言不是我母体，这个故事也不是我的母体，好、哦，是教育来的，所以它不是真正我生活的。那真正的街头的运动，对不对？那才是我生活的，我看到的，我呼吸得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认为最后是在那边开花结果。可以用我的创作来表现，哦，这个时代的氛围，整个时代环境。
那不管人家怎么说，但是我就喜欢这样创作方式，这个方式是对我来讲是最生猛有力的。为什么双拼的方法会采用这种东西的来讲，就是因为我要把艺术了，把我的那个表现方式啊，做得很像一张海报，很像一张超级的大的海报，这样有宣传性的，有镇定的，但是呢，这是为我服务的，不是为任何人，是为我个人，不是为政治，不是为政府，是为我服务的一种大海报。那在我那个年代里面，最流行的是什么？乡村写实。好，你知道那个时代乡村写实是画一些庙，画一些牛，画一些农田，画一些我是觉得蛮，因为我从乡下来，你知道吗？我一看到那种东西，就觉得那是都市人，对，从来没有住过乡村的画的土这样，乡村那真不是这样的，那是你从风景照片里面看画美美的这样，但是那不是生活的，那只是就是在中山北路卖给观光客用的那种图片就是了，那没有生命的，因为我从乡村老知道绝对没有生命的，所以我认为这不对，我要画出我自己的，因为艺术很简单嘛，就画出你自己的感觉啊，你自己的看法、就对了、我常常讲，你感情最浓厚的地方就是最好艺术最好的地方嘛。我就一直在想说台湾对不对？给人家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们生活在这地方，开始会关心自己这个地方，用自己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住的地方啊，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什么这样？所以我是个艺术家，所以我用艺术的角度去切、去了解、去创作这样，所以才会产生一系列的台湾制造这样，因为我认为所有东西在这边出现的都是台湾制造。管古代人怎么样，他一定会在一聚落嘛，一群人嘛，然后住在河边嘛，住在海边嘛，住在旁，那就一定会有垃圾堆吧，垃圾堆里面以后就变成贝种了，就是这样。那贝种其实就是文化生活 的一种遗迹啊，所以我就用贝壳来代表这地方最老文化的一个纪念碑这样。台湾的历史大概三个部分了，一个就是远古的，一直到外来政权过来的，外来政权就是荷兰这样，那远古的一直到外来政权，这我就用圆山祭祀跟百合祭祀。圆山祭祀呢就是贝种嘛，好，贝种来纪念。那百合祭祀呢就是那个百合花嘛。那它还有就是台湾特有的已经绝种还是说还 存有的特种动物，跟就是植物跟动物合在一起这样。但是这个是以比较认为它是一个神秘的乐土的那种心情。活着的意义，那有活着的还有在呼吸的感觉，这样就是我要有别于贝壳是没有在呼吸，它是有在，还有在呼吸的，但是它很优雅。我妈妈是，因为我妈妈去年过世嘛，那总共活了83岁这样，那我妈妈大我25岁，对，24岁结婚，25岁生我这样。那其实我跟我妈妈很亲，怎么讲？就是说，基本上我妈妈都跟我住在一起。我小时候跟我妈妈住，小时候就是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等到我长大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妈妈就从彰化到台北来跟我住在一起。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几乎每天除了
说去当兵，除了出国什么之外，对不对？好，那不然就是每天都是跟妈妈，都会碰到，都会跟妈妈哦，就是住嘛，哈。所以我跟妈妈的感觉很亲密。所以到现在，我妈妈到现在我还没修复啊，好，就是常常都还会想到我妈妈，有时候都会对着她的房间跟她讲讲话的。是古代人呐、啊，不大会表现感情的人呐、啊。但是因为我是他儿子，所以我都会去理解、感觉这样哈、哦。他骂人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这样。他每天会骂我、啊，我到了皇到他走到走 的时候，每天都会被他骂，被他练呐、啊。然后都反正什么都他都有理由可以练我。其实我认为那就是拥抱的意思。他在我最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对不对？他帮我妹妹带小孩，所以我妹妹蛮孝顺的哦，她一定会照人家带小孩给多少钱啊？好，因为我妹妹在当老师嘛，比如带小孩一个月有20000，一个多少，对不对？我妹妹会照样给她，那我妈妈会给我一点。所以说现在想，哇，她没有那两三年了哈，她这样让我把那个气喘出来了，就喘过去了哈。那我可能就今天没办法当艺术家。下嘛，对不对？不要说那完全是无证无状态啊，对不对？老师要讲一下，所以他以为说我其实很 care， 其实我没有很 care， 但是该讲是要讲的呀、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歌仔戏就是一定要演啊，对不对？没有小孩子没上课，然后学校打电话来，我总是问他，哎，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很丢脸呢，哎，怎么样？是其实是这样，但是他认为说我，他常打来问我，你在哪里？我在外面。为什么不上课？我不想上，对之类的。啊，他就会睡到一半就被学校叫醒，他应该就火上加油就被骂啊啊啊！之后啊，台湾被殖民的历史这样，那被殖民很广啊，所以我通通都用热兰遮，因为热兰遮是最被殖民里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所在地的政府嘛，哈，所以说他台湾有被很多人殖民过啊，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对不对？啊，那个大清帝国，对不对？国民党，啊，郑成功，啊，都被这些党殖民过的。这算是这不是荷兰总督，这是安平的总的那个将军，好，这是，那这是郑成功，好，他们两个对仗，好，那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殖民者就是了，好，殖民者，然后两个同等的这样，这样都是炮打台湾这样的。大汉祭就是汉人来了之后的事情了，台湾祭祀，哈，这是台湾的事情，汉人来的事情。李鸿章是一个共同记忆嘛，好，他对台湾来讲，他是把台湾割掉的人就是了，就是他了。那蒋介石当然也是共同记忆嘛，他要对他被打败跑来台湾的嘛，好，那这旺仔只是一个共，那这些邮票也是不是我的记忆啊，很多人都用过这些邮票，所以他也是共同的记忆。啊，就是这个记忆是共通的。
文化是互相合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的，互相传承的，好，那互相就是互相交配的啦，这样才会有好的文化这样。那我一开始切入从卡曼卡切入这样，因为我想了很久，到底我要用什么方法来代表台湾文化呢？那个每一个艺术家有每一个艺术家的手法嘛，不同。那我就提过啊，我要用我自己最关心的、最有能量的就是我在想的思维了。这么正宗，你每天都可以消遣他了，所以他已经没有前卫可言了。好，那剩下就是什么？卡曼里面的英雄啊，对，超人啦、啊，这个拯救世界的啦、啊，对不对？最后这拯救世界的伟人，对不对？他还有一点点那个前卫在这样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这开始开这些伟人的的玩笑，就卡曼伟人的玩笑了这样。觉得他的作品其实从很早先出现的时候哈，平面绘画里面比较成熟的那个阶段开始，其实他的作品里面就已经有很厚重的那个雕塑感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认为是视觉惯性的东西在引导他后来觉得在平面里面做这样的东西有点不够满足，所以他需要从平面出来一些新的立体的。卡曼的一种就是文化的最低的跟生活文化的最高的两个结合，对不对？它一定会产生撞击啊！卡通人物，然后变成佛，它本身在文化上、在视觉上，对不对？在造型上，它本身就一个很好的，就是火花了。我常常把小人物变成最大的，啊，像这是阿强，阿强是在《无底水金刚》里面的一个丑角，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丑角这样。不管是体积还是他在我封神里面呢、啊、他是最大的，他等于我认为的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宰是阿弥陀佛。我要创作有关于卡曼的这个题材的时候嘛，在应该是在2003年的时候啊，那我做了很多的记录跟思考，那我决定了哈，那时候我就想说借用挪用这个佛教的这个空间的概念跟时间的概念，所以我就用，因为佛教里面的空间概念嘛，西方极乐世界啊，中土婆舍世界。然后东方净琉璃世界这三个空间嘛，啊，如果以时间的话，对不对？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样。活色当然这个意思就是曼妙美丽快乐的意思嘛，好，那所以呢我就会把我的三个童话故事，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受影响最深的三个童话故事里面放在婆舍世界里面，一个就是爱丽丝，一个是陶乐斯，一个是彼得潘。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玩具就是昆虫，你知道，所以彼得潘就做了很多只昆虫，因为我都那个昆虫都是我小时候玩过的，金龟子啦、独角仙啦、好蜻蜓啦、还有就是锹形虫啦，像 这些我小时候蜜蜂啊，这些我小时候玩过的东西啊，它就变成了坐骑这样。这期的作品是有关于爱情的故事，好，然后我把它分成两篇，一个是喜剧篇，一个是悲剧篇。好，那基本上我比较喜欢是悲剧篇，因为我其实在我创作里面呢，哈，谈到爱情的，就是从我创作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好，都没有处理到有关于爱情这个题材。那是到做卡曼最近这几年了，哈，才动到这个题材来，这样。他心里面有一种想望啊，所以他会用信仰这个东西。我认为他的信仰其实不是什么佛道，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什么，而是宗教，它象征着信仰。那么他的信仰是一种艺术的问题。借着这个机会，我在做雕塑的机会，我在做拷问这个机会，把我小时候的青春期的时候的那种遗憾呐、有关于对爱情的遗憾，把它集合起来。我用弹歌的方式，欢喜有欢哦，欢喜火的方式，他们两个结合了这样。当然这也是艺术家才有的快乐啊。追杀爱丽丝，我觉得他大概反映了一点过了中年之后的男子的一种他心里面的一种欲求，但是这种欲求呢，有时候是希望，但是有时候是一种不满。一般的那个卡通漫画都是有励志的啦，不然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啦，不然就是王子把龙杀掉的啦，都是这些卡通童话这样。可是爱丽丝里面就是没有了，他就是从头到尾跑来跑去，躲过来躲过去，然后皇后追他追啊，一会儿变大人，一会儿变小孩，就是就一个蛮不合逻辑的一个童话这样。当然童话本身都不是很合逻辑。本身都不大合逻辑，可是它是不合逻辑，最不合逻辑这样，没有什么励志啊，但是就是可爱好玩这样的。其实我的创作一个概念，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神佛是因为我们人类所需要，所以我们人类创造了神佛，来抚慰我们的心灵，来救度我们的心灵这样。那卡曼人物啊，哈，是因为小孩子所需要，所以来陪伴他们成长，陪伴他们长大这样。所以他们两个位阶其实是一样的。卡曼是给小孩子来重结，对不对？来让陪伴他们度过童年就对了。好，那神我是来让我们这些人做过坏事，来跟他救毒用的这样。
这个追杀爱丽丝它是一个故事的重新再诠释的话，其实我觉得杨茂林他是塑造了另外一个 Wonderland， 然后把自己丢到那里面去徜徉。我在还没读书嘛，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啊、我爸爸回来，他带了一个便当盒，说要给我这样。我说奇怪他，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在当临时工嘛，彰化县政府临时工，然后到海边去测量那个就是大概测量土地吧，那个的临时工这样。然后有一天他回来这样，他拿便当盒里面打开。整个便当盒通通是这个东西啊，就是都是他抓的小螃蟹，那叫和尚蟹，这样整个便当盒通通都是这样。哇，那时候第一次小孩子你就看到，因为我知道我很小，可能以现在来讲大概四五岁吧。好，那突然有一盒一个便当盒的螃蟹这样，而且那螃蟹是不是要吃的，是要玩的。哇，那很幸福，很兴奋，你知道，觉得就突然觉得很。怎么讲？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温馨了、啊。所以你没有发现，我这次花的功夫最大，在这么多螃蟹里面，这次很就是，其实它是我的感情，你知道吗？所以我花很大力气在做这只螃蟹，不管它造型啊，它的那个变化，它是花最多时间的，最让我有感觉。而且也，它是泥莲化的，其他螃蟹就是螃蟹哦，其比如说椰子蟹啊、哦，那个锦鲤，还有那个黑果飘啊，就是扇虾，对不对？它就是扇虾，只有这一只，它是泥莲化的。有表情，它有表情，那除了有螃蟹眼睛，那还有人，还有眼睛和嘴巴，它是有表情的。好，我喜欢这样的东西的。就是说，自己的以前的那种生活经验，然后当做作品的时候，我就很丰，我也很丰富的把它完成。都是我小时候的一种反扑啊，好，就是不是就是反扑啊，不是反扑，反扑这样。那冲着这样才有感情啊，就是说你要冲着这个东西呢，是你小时候到现在你都觉得它蛮对你还蛮有影响力的东西，你念念不忘的东西，那你把它做成作品的时候，那种感情很丰富的。Thank you.
对，是。那个最近在做很多作品，是从做这一件作品延伸出来的。因为我做这个时候，那我想说，就因为他两个是在爱丽丝里面是两个爱讲故事的人嘛，那我想说他是在把它做成一个他爱说教这样。那后面呢就当用孔子当背景嘛，就在背景，所以才想做一个那个浮雕的孔子当背景这样。啊，从做了孔子之后，对不对？因为孔子哦那个米克斯写的嘛。对不对？他是孔子跟派大星结合啊，所以从做这一件，那应该是要从这做这一件，想要做这一件，那之后再产生很多新的东西。从米克斯系列哈，米克斯是混合嘛哈。混合系列，那米克斯意思就是我是把哈两个东西混合，一个就是卡曼人物，一个就是历史上知名的人物。有些东西是通过这些mix 的手法去谈论 mix 本身，但是这个 mix 本身它其实是对于一个很安静的或者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文化系统或者是视觉系统，它在做颠覆。那米克斯系列可能它在创作上可能它只是一句话啊，还是说一个短短的一个。是，因为他是要说他一首诗嘛，不大对，因为他本诗蛮柔和的，不像这个是有就是很强的那种讽刺性啊、颠覆性啊，哈，甚至于就是说很强的，应该怎么讲？他把我以前的，比如说讽刺的、颠覆的，哈，把它变成用幽默包装出来的。那我认为做政治的批判的哈，对我来讲是一个休闲，刚好可以把这个那个就是我的一些烦躁啦哈，一些就是不平的刚好宣导出来的。